地方好多房子啊，多少层楼高？二维码和右上方。
都喝到了吗？嗯。
儿都没有了。你儿子回来就可以。
可以。为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，上海轨道交通启动乘车扫码登记措施，手机扫描车窗二维码填写手机号，换车需再次扫码，谢谢配合。每天都不吃饭，然后回课里打那个陈松。线下通路的去货存的这么一个叫做
我就直接把它做完。是要开花的。
不是。在这里面还是。不认识。Thank you.